兄弟们，咱们还这么年轻，不能在这修配厂干一辈子啊！要不然我们出去闯一闯，无论3年之后混得怎么样，我们都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有一个人混成功了，我们也相互扶持一下。你们看怎么样？大姐，你怎么想？干就完了。咱们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怕什么？本来我们也一无所有啊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既然做什么企业都一样，那我们何苦不出去闯一下？3年之后，我们一定要开着豪车回到这里，不见不散。兄弟们，咱们3年之约到了，是不是该聚聚了？我没问题，随时可以回去。好嘞，迪哥，我只知道啊，迪哥，我现在就跟老板请假，我一定到。那就老地方见，咱们今晚好好喝点。咱们不开这车去，你去把公司送货的车开来。为什么呀，老板？咱们开这个车去多有面子。他们都是我一起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我怕开这台车去，他们有压力。去，把那车取过来吧。还是老板你想得周到。阿旭混得可以呀、啊，超跑都开上了，这超跑得不少钱吧？没多少钱，将就开吧。你混得也不赖呀、啊，跟你比呀、啊，差远了。也不知道迪哥和大G混得怎么样。阿旭、小飞、迪哥，兄弟们，3年不见了，好想你们呢。大家吃饭了吗？去老地方坐坐，看看味道变没变。老地方就在破面馆啊，又脏又破，我怕吃完闹肚子。是啊，旭哥，咱们现在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了，再去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地方，有损咱们身份呢。就是，我还是请你们去五星级酒店吃去吧，请你们吃阿拉斯加蟹、澳洲龙虾、油米。你们混好了，我由衷替你们开心，但是做人不能忘本吧？说谁忘本呢？我们现在的生活跟你们不在一个层次。我每天吃的都是燕窝、龙虾、鱼翅，你现在让我吃那路边摊，我咽不下，明白吗？是啊，迪哥，你们也没钱，想象不了我们有钱人的世界。说难听点儿，我们随随便便去趟酒吧，都顶你们一年的收入了。嫌弃我们呗？算了，迪哥，都是兄弟，你们一人退一步，别说了。我今天就嫌弃你了，你能咋的？看好了，我这可是800多万的迈凯伦，就你那8手破面包，有资格在这跟我逼逼赖赖的吗？啊，我能站着跟你说话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知道不？行，今天的面子不用你给，你是大忙人，你是有钱人，我们人微言轻，但我们人穷志不穷。我记得3年前我们曾经说过，无论混得怎么样都要回到这儿，我们要相互扶持，因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，只有抱团才能取暖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是兄弟，对于你俩我们高攀不起。安迪，3年不见，钱没看你多少。李总，我实在看不惯他们装逼的样子。我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参加这次聚会，不想给你们压力，没想到你们俩变成现在这样，只认钱了。希望你们记住一句话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百日好，凡事别忘根，做人别忘本，钱好赚，兄弟难求。大姐，3年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，只要有一个人混好了，我们要相互扶持。他们变了，我没变，这是我公司一半的股份，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公司第二位股东。迪哥，我也不会管理公司啊。跟我走，我教你。其实管理公司很简单，先做人再做事，好，这款产品就交给你负责了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更相信你的人品。你记住了，好兄弟不会在你辉煌的时候围着你，但是你落魄的时候一定会陪着你。男人只说3分话，留着7分打天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